1932年，日军于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间谍战亦由此展开。乱世儿女入海中忽然邂逅，皇军的秘密绝对不可以落向中国人的手，就算牺牲性命亦都要完成任务。家仇国恨，热血保中华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六节，一切小心，我会等你回来。再重遇竟要生死相搏，我们根本不应该去此，不可以有第二个结局。碧血英魂，儿女情长，千钧一发，改写民族命运，蝶变危情。在我成功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拥有，到了我失败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一无所有。阿爷说的，石中忍辱，你没看过石不起眼，我辱不得不成器。他外表平庸，内心绝不平凡。怎么有那么醉的？我应酬嘛。你是他弟弟来的，你不是看着他的吗？他都我打我来的，我叫我看着他。你弟弟是埋单的，呃人啊，你会不知吗？你他现在走高飞了，你说我是怎样啊？埋单的不要啊。他刚毅坚强，但是都有脆弱的时候，经历千载蜕变，几经风雨磨练，终于得到人生的瑰宝。到了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太太才是我全部的所有。千锤百炼，巨力万钧，一个至真至诚的制作，翡翠人生。千古江山万里愁，一剑所丹心。桃花纷飞连美意，横刀有恨泪有情。雷声冲天剑，最是苍凉祭血魂。江湖有恨，天地无根。武侠名家黄奕倾情巨著覆雨翻云。天下第一枚比试开始，何谓三岁礼师聘师同点师，而六礼就系我有问六礼咩？自作聪明，嗱夹口夹舌，一个二个都系浪得虚名，简直有辱兵人嘅称号。你两个自称天下第一枚，究竟卓过边个绝配啊？老鼠挂旗杆未算准。做咩出到嚟仲粒声唔出啊？大声公配撞龙婆，绝配啊！我更绝，简直就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！咁都叫做绝配？呢位公主就系公主啦，不过系前朝公主，即系洛兰公主啦。佢丐帮帮主，简直就系绝配啊！双方打成平手，为分胜负，本官要你哋为对方做门。尖牙扎，你冇嚟贵家，总之冇人会娶你啊！点解你哋会挂住对方个香囊噶？啊，呢个你噶。这个你的，原来大家都要情投意合。天上无云不成雨，地下无梅不成亲，金牌兵人。